接下来请收看晚课。放一字句，
是西方国是万亿佛土，永世界明月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愁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有舍利弗，极乐国土其中难舍，其中罗网，其中含束，皆是四八洲萨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有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清晰。
觉，自性破道是缘成，自性众生是缘多，自性烦恼是缘断，自性法门是缘觉，自性破道是缘成。
Oh.
即Yeah.
悉地悉地娑罗娑罗菩提耶菩提耶摩陀耶摩陀耶弥帝利耶那来谨墀帝利舍利那婆耶摩来萨婆诃悉陀耶萨婆摩诃悉陀耶萨婆悉陀喻伊是婆那耶萨婆那来谨墀萨婆诃摩来那来萨婆诃悉那遮那摩揭耶萨婆萨婆摩诃悉陀耶萨婆诃
护持中华护生协会，协会所做的就是爱护。任何一个生命需要帮助，我们将伸出援手，护持护生，认养学童，邀大众一起来加入。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大家好，我是防疫医师林永清。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清明节扫墓部分县市没有开放路塔祭拜，也不提供扫墓专车。为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建议可善用内政部与部分县市提供的线上祭祖服务，科技扫墓心意不减。此外，可安排少数亲友代表祭祀，并透过直播视讯让家庭成员可以同步表达孝心。如果需要亲自祭祖，请注意以下几点：一、避开清明节当天人潮或延后扫墓行程；二、与他人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三、勤洗手维持手部清洁；四、配合工作人员量体温，若有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请在家休息，不要出门扫墓。慎重追远，也要团结防疫，缺你不可。